环境改变，科技进步，传统技艺面临失传危机。做这個，我那有一个感情哦，煞无爱讲一下就放个，啊，几点啊做完就对了。一年经过一年，安尼看偌久剩偌久啊，啊，我唔知到今啊未退休。结合现代生活，推陈出新，给予传统文化不同风貌。其实创新的这个东西哈，每一个时代都是在创新了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虽然它不是很值钱，但是你重新赋予他们生命，那个就是我们的一种责任。施俊雄运用所学，计划性的投入产业，传承狮头文化。节目中，我们就要跟您分享从传统技艺经历多年的时代变迁，看人生的转变。即锁定每周日晚间10点，人到中年。